对，他们是晚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课程还是，我们今天的课程还是，你可以，哎，大家好，可以坐在瑜伽垫上，也可以坐在床上的。我们练完之后呢，还是可以直接睡觉的，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坐在床上。今天的课程呢，还是不会有太大难度的动作啊。然后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还是一样的，大家就是去注重身和心都在当下，去注重内心和身体的放松就好了，就不用去过分的去纠结和停留在某一个动作，你自己练的到不到位之类的，还是同样的话，你如果仍然还有这样的问题，或者是你练习的时候仍然有哪个环节你会身体某个部位不舒服，你可以记下来，在心里面记下来，然后下课的时候去问我以及问我们的心理老师都可以。好了，大家现在我们这节课还是冥想以及体式哈。好，大家找到一个就是我们助教依依老师，大家可以跟着他去做，我就讲体式。好，大家现在找到一个舒适的坐姿坐好，你可以坐在床上也可以坐在瑜伽垫子上，好，可以看得清楚吧？OK，屈膝，臀部坐于脚跟，双手轻轻的拨动臀肌向后，让坐骨完全的坐好，坐实，感觉到坐稳了之后，背部稍稍的往上延展，然后轻轻的关闭双眼。当你关闭双眼的时候，你就收回了，关闭了外界对你的干扰，把意识收回到当下。双手可以，手掌放在我们的大腿上方，也可以四指重叠，拇指轻触，放于我们大腿根部，像老师这样。好，在这里保持缓慢深长的呼吸。先吸气，缓慢的吐气，在内心告诉自己，你现在开始进入冥想，进入放松，进入睡前的准备。深吸，缓慢的呼气，抛开所有的杂念，做3到5个深长的呼吸。你会发现，随着你呼吸的缓慢、深长，你的内心逐渐的平静。尽量不要让其他的声音去干扰到你，但是也不强迫自己去变成什么样子。可以的话，享受这个当下，让你的呼吸缓慢、深长。最后3个深长的呼吸，好，将意识收回，
微低头，双手在体前快速的搓热，将搓热的掌心缓慢的盖在眼睛上，让手掌的余温缓解眼睛的疲劳。我们每节扎体式的时候的冥想不会太详细，也不会太长，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养成一个冥想的习惯。同时的话呢，它确实有就是安神助眠的作用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大家可以通过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冥想练习，你会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安静下来，同时呢，可以很好的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等一下的练习里面。那我们没有体式的课程里面的时候，就会把这个冥想讲得更加更加详细一些。好了，大家可以慢慢的打开双眼，好，让眼睛去适应光线，双手来到体前，拍打放松脚背，放松一下脚背。好，双手来到体前的时候，我们是手掌在肩膀的正下方，双脚可以微分开一个拳头的距离。好，我们活动一下脊柱，放松一下脊柱，先吐气，低头，拱背，收腹部，头部呢自然的放松往下，胸部呢有意识的往上拱起来，腹部往内。你如果觉得腹部往内的时候会肚子很收的话呢，你就不用肚子死心的往后，你就可以尝试着想象着有意识的让你的尾骨往下卷，稍稍夹紧臀部那种感觉，重点还是在我们的脊柱背部，它是往上拱起来的。好，吸气，抬头，眼睛看前上方，胸部稍稍的往前推，稍稍的往前，腰部往下放松，臀部是放松的，感觉到尾骨往上翘起来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加快一点点。好，吐气，低头，含胸，拱背，收腹部，尾骨向下。吸气，抬头，挺胸，沉腰，放松臀部。再来，吐气，低头，含胸，拱背，收腹，尾骨向下。吸气，抬头，挺胸，沉腰，臀部放松。好，吸气回正，我们让背部回到正中，也就是腰部不要往下沉。现在保持我们的胸部以上的位置，也就是手肩头不动，去转动一下，臀部尾骨，你就想象着你的屁股啊，臀部后侧。他在后面画一个大大的圈，画一个大大的圈，从上、右、下、左，就是顺时针去画圈，把圈画的大一点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感觉到你的下腰部是很放松的，臀部也不会放松，特别是我们的下腰部以及脊柱，可以慢一点点，顺时针5到8圈，然后再反方向。你如果不知道，因为你现在根本看不到自己的臀部转成什么样嘛，你就是用意念，因为意念它是很好的去引导你的肌肉发力的。就是你想象着你臀部后侧，就是坐在凳子上的那个位置，在背后有一幅墙，在那里去画一个圈圈。画很多个圈圈，顺时针5到8个，然后再反方向逆时针再转圈。好，都结束了对吗？好，大家再还有5圈，你可以慢一点点。如果第一次做的同学的话呢，你找不到就是很腰部很灵活的感觉的话，你可以慢一点点。如果有腰部不舒服的伙伴呢，你可以就是更慢一点。好，慢慢的
回到正中，放松。好，来，现在，初次练的伙伴呢，你双手可以稍微的打开，往两边打开一点点，也就是手掌，两个手掌中间的位置比我们的肩膀稍微宽一点点。好，现在呢，你可以想象着我们的胸部前方有一支笔。它在你体前，你用这胸部中间拿的这支笔在体前画一个很大的圈。首先，对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依依老师是怎么做的。对，双手，我们手掌是压实的，手掌是压稳的。你可以手指发力，十个手指张开压稳，然后手的位置不动。用胸部在体前画一个很大的圈，向上的时候背部拱起，向左右的时候尽量到极限，向下的时候尽量的贴向垫子或者床上。好的，试一下。这个同样的是正反两个方向，做3到7圈吧。保持呼吸的均匀，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的肩部以及胸部前侧的肌肉，同时可以很好的柔韧脊柱。这三个体式它就是我们第一个猫式刚那个放松臀部的体式，以及这个熊式，大家连着一起去练习的话呢，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身体啊，脊柱、臀以及下腰、上背以及胸部。肩膀的一些肌肉和骨骼，放松意识。你可能会有点热哦。刚开始你不知道如何发力的时候，不用想那么多，你就想象着你用胸部在体前画一个很大的圈。往上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拱背。向左、向右的时候，要注意尽量到极限。向下的时候，尽可能的贴向。垫子或者床，眼睛可以看前方，你就想象着是一只很凶的熊，要跟别人打仗了，然后是不是绑一下你的肩，做一下那个伸展的运动？好的，OK 了吗？好，做完的伙伴呢，双脚并拢，好，臀部做脚跟，大拜式休息一下，额头。轻放于垫子或者床上，臀部往后向下去寻找脚跟，头颈部自然的放松，在这里调整呼吸。刚刚可能会有点累，因为需要用一点力量，在这里放松你的呼吸，你会感觉到整个脊柱、臀部、下腰以及肩膀、手臂都在放松。好，大家收回意识，来慢慢的抬头，坐立起来，坐立起来，臀部做脚跟，双手放于臀部后侧，双手放于臀部后侧，对，胸部上，臀部不用离开，你的脚跟胸部往上提，眼睛看向天花板的方向，胸部往上提。有意识的往上，你感觉到胸部前侧的肌肉有很好的拉伸，下巴可以收一点点。如果你脖子不舒服，我们停留2个呼吸。好，吸气，头部回正，身体慢慢的坐立起来。好，再一次往前，腹部去贴向大腿。腹部贴向大腿，双手往前打开，与肩同宽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带着脊柱慢慢的往前，胸部尽量的靠向垫子。当你感觉到你的大腿地面垂直的时候，停住。这个体式我们基本上练了很多次，
基本上每节我们的体式的睡眠培养里面都会去练习，因为这个动作你不用出力，你不用出力，就完全借助体式和地心的重力去结合完成的，会很舒服。它可以很好的伸展放松我们的肩膀，肩膀是一天会特别劳累的一个部位。好，今天这个动作我们不会停留太久。好，双手现在撑住垫子，撑住地板，身体往前俯卧，来到俯卧。好，双手现在放在我们胸部的两侧，食指张开，中指正朝前方。如果你感觉你的后弯特别困难，那你可以双手放于脸部的两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抬头，抬肩膀，双手推住垫子。胸部离腹部离开垫子，上身往上抬起来，眼睛看前上方。如果你感觉到腰部挤压，可以屈肘，但是脊柱有一个往上拉伸的力量。胸部稍稍的往前，很好，可以屈肘，但是不要耸肩。好，我们保持一下，不会太久。好，现在大家头部回正，头部回正。好，我们的膝盖跪住垫子之后，大家注意了，在这里大家可以先看我们一一老师做一次哈。臀部往上抬的时候，注意夹紧臀部。看这里先停一下，一一老师这里先停一下啊。对，看大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是尾骨是往下的，背部是往上拱起来的，头部是放松的，然后就借着手掌推的力量，让脊柱和我们的臀部往后推，臀部一直往后到做到我们的脚跟上。好的，可以试一下。先回到大拜式，也就是双手还是往前伸，臀部是坐在我们的脚跟上的。回到这个姿势了吗？好，OK，我们就刚刚的那一个循环的练习，会有点快，但如果你练习的时候你会觉得吃力跟不上的话呢，你可以停下来看一下老师，好。那个这一个循环练习可以很好的柔韧我们的脊柱放松，身体放松背以及手臂和腹部。好，双手往前伸，双手往前延伸的时候，伸直手臂。好，手掌压实，手肘稍稍的抬起来，手掌压实，然后鼻尖下巴沿着垫子往前，这里手肘是抬起来的。对，往前的时候，直接手掌撑住向上抬起来，然后直接的拱背收腹，臀部往后坐。再来，大家可以循环的做3到5次。要注意，对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往后拱的时候一定要，就是尾骨往下。那你做不到尾骨往下，你可以有意识的夹紧臀部的感觉，好像这里。抬到向上之后，拱背，收腹，尾骨往下。你仍然可以想象着胸部在体前画一个很大的圈，这个圈是纵向的，我们刚刚画的是横向的圈。对，很好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第一次做的时候，你可能撑不起来，腰部会有点累，都是很正常的。你找到放松的感觉就好。因为你可能床太软，或者手臂的力量不够。对，往上的时候拱背，收腹，尾骨向下。好，最后一圈。往前的时候，手掌压住，手肘微微抬起，抬起，胸部向下，臀部是往上抬的。现在是夹臀的，刚臀部是放松，拱背。好，最后来到大拜式，在这里调整一下呼吸。我们在这里休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。如果刚刚有伙伴，还没有领悟到这个练习的话呢，你可以继续再练2圈。其他伙伴，如果你练完了或者是觉得累了，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额头点地，双手放松，
你仍然可以掌心向上去放松，放松呼吸，放松你的意识。其实我们刚刚这一个，串联体式的串联，会很好的让你记住。同时呢，它也是把我们之前的那个练习，它加强起来。你看，我们往前的时候是一个猫伸展，也就是之前有练习过的，然后就手抬起来的话也是打开胸腔，它同样可以很好的就是开肩啊，放松我们胸部前侧的肌肉，然后往后。拱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猫式，就是背往上拱的那个动作，它只是这几个动作连在一块了。所以之前现场就每节课都有练的伙伴们，如果你觉得你觉得老师这几个动作没有什么变化，那其实老师安排有老师安排的一个原理在里面，他跟着去练就好了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好，大家现在缓慢的抬头，坐立起来，慢慢的坐立起来。好，双脚往前伸，我们先放松一下腿部。双脚往前伸，抖动放松，可以转动一下脚踝，拍打放松一下我们的膝关节。好，现在双脚并拢，勾脚趾，脚跟往前蹬，舒展放松一下我们的小腿以及大腿。你敢想象着，脚掌前侧有一堵墙，你使劲的往前踩它，脚跟使劲的往前蹬它，找到腿部的伸展。好，双手拨动臀部的肌肉向后向上，让臀部更好的坐实。好。吸气，双手从两侧向上抬高，手臂带动脊柱往上，天空的方向去延展，再拉长，拉长我们的脊柱。吐气的时候，以髋为折点，上身缓慢的往前向下。注意，我们背是尽量直直的往下折叠的时候，是我们的髋开始，能下到哪里就下到哪里。最后，手抓住我们的脚掌或者是小腿。吸气，再抬头，延展背部，放松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让你整个背部柔软的向下，头颈部自然的放松。在这里，你找到背部的放松，腿部的伸展就好了。放松呼吸。如果你想加强一下腿部的伸展，你可以双手去抓住脚掌的时候，稍稍的让腹部再靠向。大腿多一点点，或者是脚趾正，再继续往回勾。好，缓慢的抬头，双手可以推住两侧脚两侧的垫子，先抬头，慢慢的抬胸部、背部，慢慢的上升向上，直立起来。好，双手来到我们臀部的后侧。双手是指尖指向臀部的，手指到我们臀部有一个手掌长的距离，手指到臀部有一个手掌长的距离。我们的手掌在肩膀的正下方，它也就是双手是打开与肩同宽的。然后好，保持呼吸的顺畅，腹部微收，绷脚背往前，好，臀部往上抬起来。一直抬到身体成一条直线，脚掌踩地，眼睛看向天花板的方向，胸部有意识的往上抬，保持两个呼吸。这时候感觉到我们的腰部是放松的。好，慢一点，臀部缓慢的往回落，头部收回来。臀部坐到垫子或者床上，好，抖动放松双腿，
好，屈膝，屈双膝，脚跟靠向臀部，脚掌是朝向天空的方向的啊，脚掌相对。好，双手食指相扣，然后去抱住我们的脚趾、脚掌。好，在这里的时候，膝盖往两边自然的打开，注意我们的背部延展向上，保持呼吸的均匀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，刚刚放松了我们的腿部，现在放松一下我们的髋部。来，向上抬起膝盖，对，尽量的往上抬高，然后像没力一样放，往下放，对，甩掉往下，再抬起来，再往下，再抬，再往下。好，可以加快速度，加快，对，往上抬，往下落，往上抬，往下落，可以很好的放松，活动一下我们的髋部。生理期可以练习这个动作，保持呼吸的均匀。好，让速度慢慢的慢下来。好，慢慢的慢下来。好，双手带着我们双脚往前，往前到大小腿刚好成90度，也就是我们的两条腿在体前，它是形成一个正方形。好。双手再一次拨动一下我们的臀肌，向后向上，你会感觉到啊，坐得更稳。好，现在抓住我们的小腿，吸气的时候，来先延展整个背部。延展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腹部稍稍的往前，想象着我们背部后侧是成一条直线的，脚的位置不变。好，吐气的时候以髋为折点，上身缓慢的往前向下。注意是腹部先缓慢的往前向下哈，头颈部是被带动着往下的，一直向下到极限的时候，你的头颈部就可以自然的放松。那额头呢，去到哪里就放哪里哈。如果放不下啊，你双手可以直接的撑住床上或者撑住垫子哈。如果你的头部刚好它又到不了脚掌，你可以双手重叠握两个拳头。然后啊，额头轻轻地放在拳头上方，在这里去感受你腿部的放松，它会有一些拉伸，甚至你的臀部后侧它会有那个酸酸胀胀的感觉，是很正常的，或者是大腿内侧放松呼吸。我们这个其实是一停留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啊。好，生理期同样可以练习这个体式，可以很好的调经。好，在这里你可以，把觉知收回来，去感受身体的感受。当然，如果你会感觉到某个部位特别疼，你可以将强度。降低一点啊，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调整到不疼，然后去享受放松，享受现在这一个状态，放松你的呼吸。好，最后三个呼吸。好，慢一点，抬头，双手推住地板，推住床上，推住垫子，慢慢的背部往上直立起来。好，双手托住膝盖，往内收起来。好，双脚往前去伸直，抖动放松。好，然后直接的躺下来。你如果是在床上的话呢，你可以啊直接躺下，躺在床上了。好，抖动放松一下双腿。好，双脚向上举高，双脚向上举高，对，抬到双腿与地面垂直，脚跟往上蹬。转动一下脚踝，
转动一下脚踝，转动脚踝，你可以想象着脚趾头在提前画圈圈，左三圈，右三圈。转动完了之后，勾脚趾，脚跟往上蹬。好，吐气，双腿往下，用点力，啪，放下来。直接往双腿往下甩下来，好，指尖朝外，双脚打开，比肩略宽，双手在身体的两侧，掌心向上，双手与身体30度的距离，掌心向上。在家冷的伙伴呢，记得可以拿衣服或者是被子盖好了，可以轻轻的关闭双眼。这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。你全身都放松完了，你现在可以 进入睡眠的状态了。所以告诉自己，你准备睡觉了。如果中途你睡着了，那恭喜你。好，告诉自己，你可以美美的睡觉了，放松呼吸。现在你如果还能听到我的声音，跟着我一起。现在感觉到你的脚踝放得很松。很松，小腿和大腿的肌肉以及膝盖全都放得很松，很松。意识到你的臀部、下腰部以及内脏器官全都。放得很松，很松。感觉到肩膀、胸部以及手臂全都放松了，放得很松，很舒服。现在你感觉到。头部以及你的大脑，大脑随着身体的放松也得到了很好的放松。现在你感觉到全身每一个部位都得到了放松，包括你的内心，还有你活跃的大脑，他们。放松完，正准备休息啦，你自己也是一样。如果你仍然意识很清晰，你可以再默念一次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。你刚刚练习的时候，有参与练习的某一个部位，你去回想一下，感受一下它的感受，同时呢。跟着他一起去感觉到，得到了放松，让呼吸变得均匀。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如果有问题的伙伴呢，可以打字。好，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祝大家有一个好的睡眠。如果有疑问，下节课可以早2-3分钟进来，我们再去讨论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感谢大家的参与与陪伴。